岁参加亚洲小姐，喺香港历史留嘅第一次。我希望今晚能够进入三甲，成为最年轻的亚洲小姐。希望你哋会支持我啊！多谢。喺1995年，只得16岁嘅陶安仁毅然踏上选美舞台，成为选美史上年纪最细嘅参赛佳丽。佢当时只系一个纯真嘅小女孩。一年后嘅今日，陶安仁已经脱胎换骨，更加有机会远赴日本艺能界发展，出版佢嘅第一张个人细碟。今晚我哋有请陶安仁为大家演唱佢最新嘅日文歌曲《如果我有翼》。安仁神啊，真係估唔到年紀輕輕就有機會進軍呢個日本樂壇，真係羨慕死人啊！誒，使乜羨慕人啫？而家估唔到你年紀輕輕啊，做漢文做到街知巷聞啦，夠好多人羨慕你啦！啲觀眾支持阿捧阿祥嘅啫，唔使笑啊！一個人最緊要努力，使得嘅嚇，要努力。但你又講得啱喎，最緊要捧場喎嚇。嗱，觀眾以下咧就好會捧場，有一個獎項咧就係我哋。